很多人都形容我是在政府底下长大，而我都是耸耸肩，是啊是啊，我是在这个公司长大的，我想我们大概做得还不错吧。在我进公司一个月后，有一天 Rick LeBlanc 跟我说，好啦，你已经来这里一个月，你已经准备好作战，我不会再跟你说你是新手，不用担心，你只要知道你该做什么，而且是马上做好，因为我们公司运作是非常迅速的。Curtis 是一家私人独立的公司，他们没有股东，他们也不看一季一季的利润，他们看的是长期的绩效，而不是短期的盈利。我之所以提到这一点，是因为在过去十年里，我们已经投入庞大的资金买设备、买新技术，永远都是用最新的科技来服务我们的客户。我们尽力提供最好的服务，满足客户的需求，因此得到更多新的客户。Weber Curtis 在1941年创立公司，我的祖母 Margaret Curtis 教导给我们很多价值，我们也一直都遵守着。他很重视家庭，他希望每个人都努力并且做到最好。我认为关键在于人，我们这里的人组成一个强大的团队，我完全乐于和他们一起工作，他们总是充满热情，他们的态度也如此令人激赏，他们整合能力也如此令人欣赏，充满了无限的活力与创造力。而我的工作就是让我们可以自由发挥，这是让人兴奋的工作环境，我认为我们的客户也可以从中受益。我喜欢这里可以发挥创意的空间，我们可以设计、开发、尝试不同的方式与途径，充满创意，跳出既有的思考框架。我们必须推出一些在市面上前所未有的产品。那时太空计划正火热，我们刚降落在月球上，双子星计划如此与众不同，那几乎是一个太空时代。我们取得美国太空署的航空服，让一个人穿着航空服操作着双子星分离式咖啡机，这是前所未有的创举。当我们坐到这里，我想每个人都看着 Curtis， 然后说，哇，这家伙疯了。但是这只是开始，对 Curtis 这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。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是产品最后的测试。我们有一个特定的实验室来放置所有的设备，我们叫做 HOD， 高加速寿命测试。这个测试一天等于使用一年，所以如果我们测试十天，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设备是否可以工作十年。我们尽力做出最好的产品给我们的客户。同时，我们的客户也最满意我们的产品。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部分是商品最后的测试。我们有一个特定的实验室来放置所有的设备，我们叫做 HOT， 高加速寿命测试。这个试验一天等于实际使用的一年，如果我们可以测试十天，我们就知道这个设备是否可以工作十年。我认为 Curtis 公司的名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，它代表了我们的团队。大家都知道我们是一个高质量的公司，我们公司最关心的不是赚更多钱，而是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更好的服务，这是我们一贯坚持的态度。